三奶也被办这个长兴食堂。办这中餐吼，就少年拢出外啦。嘿，嗯。啊，老岁就吼，放些炖菜，伊煮一顿，啊，拢就不要了。嗯。变较咸菜。嗯。啊，恁这中餐吼，老岁食食先足旺的，啊，无一点啊。嗯。啊，咱就提前先准备。啊，阮即马目前有两百。嗯，哦，目前包三，今年刚出外边的，哦，阮外送二十几个，哦，啊，所以讲阮蛮真感谢这助攻啊，是哦，单位在人家引进哦，对啊，都与咱创业的优秀哦，对，阮这增加哦，啊，下面市场啊，他们是台湾钱来开的，欢迎市场，哎，来这里吃，吃完吃完就袂歹，对，有开玻璃，哎，反正你认真去做，哎，钱的阮来到赞助，伊都有年纪的限制，在咱的建议规定哦，要十五岁以上。哎，六十块以上，啊，低收入六十块以上免税。啊，其他比如讲，我三十几岁，啊，我不要参加。六十块以下去吃免税，就是讲爱智慧啦。是讲吃中昼顿，还是早顿、暗顿拢有？无，中昼顿了。啊，三那早顿、暗顿我一般。啊，你咱天气无啊？正午哦，就是讲伊讲高档的饮料。不啉管只有机关村有办尔嘛？是嘛？四十几个小区的嘛？到小区办的，无多办那种生意。比如讲人数参加无几个，所以办唔到。一般拢无六十个吧，啊，只目前我上济，我所以一般社区的百三个，怎么是婚姻馆上济？船长啊，像这种的补助，政府一个月差不多补助偌济啊？伊只要补助三万，拜六礼拜六嘛，啊，拜一个拜六。哦，所以二十二天乘以三十就对了。哦，一个人就是补助安尼。即暂住啊，一个月收四百，一个人一顿炒食五十块啦，啊，一个人交四百块。所以一个人嘛差不多一顿才十八块嘛。你著政府补助啊，无够遐呢。我看你为这个社区有要回馈家己迄种嘞，我要捐的话，要捐互谁？民选长、社区总干事。你若捐，伊才阁开一个收据而已安尼。恁来做志工，家己怪做的吗？还是？啊，差几点？我无闲到几点？八点开始上班，我应该两点。代表个总干事，恁嘛是来做义工吗？是啊。啊，现在义工总共有多少人？三十二。你感觉办这个食堂好不好？好吃不？好吃。